Everything is unbelievable. 现在要抬牛蛋。他是蜡笔小新。看到我样子很烦，对我真的很烦。这个不是 decoration。这是给你们的寿司。One two three。Hello everybody！ 啊！我不在那几天，倩颖竟然拿了新车！哇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换了新车。 我有新车坐了，讲下你买的是啥车？这是 Honda Accord。没有啦，CD。车这种东西我不太在行，来我们请专业的。CD是不是适合年轻人驾？适合小朋友，我的小朋友意思是年轻人。<笑>我这种老家伙，要驾 Accord 的，要驾肥一点点。哇，介绍一下你的车，你车在哪里？哇！ 哇 ，Alpha Everyfire 陈，小辉，小莹，哎呦，排到车位，我叫倩颖，也很啊，排到车牌，辛苦了，景轩。那么咱们今天就来拍照，然后我们找到一个还蛮漂亮的 cafe， 它店面的外面就是这样，可是进去超有 feel。 很香的咖啡都味，哇哇，它的咖啡很有层次感，真的，你喝看你看，可能你不喝咖啡，可是你闻看，你先闻，它很有那个。 层次感，果香味，对，比较fruity一点，可是还不会很酸，不会很苦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喝的时候很像miss掉什么味道的，好像很多层的。对，因为刚才我们看它的 menu， 它的那个豆哦，它应该是有 mix 很多豆，虽然我不是很懂咖啡，但是看得出他们这边还蛮讲求品质。如果你懂咖啡的人哦，啊，你来这边就对了。这边哦是 more on 喝咖啡的，如果你要吃东西的话就没有了。 你要买它的那种冲咖啡的那种，原本也是去对，因为他们的这个后面哦，应该是有自己那种咖啡豆的，对。不过我这一杯是30块的，我不懂啦，就是想要喝喝看30块的咖啡到底是什么味道，但是我这30块是不是最贵的哦，它还有40块、50块、60块，甚至到300多的也有，有机会我要试一下。真的是真的不一样，我生日的时候你请我喝。 我妈嘎谁啊！听不到。夸奖，是不是？回到来就要工作啦，然后倩颖找到这样漂亮的咖啡，我们今天要拍的是 Roger Vivian 羊皮泡芙包，哎，这个包包很美哦。你看它这个皱褶感很漂亮，你觉得还有一点像猪肝红的颜色吗？算是，是不是？它其实还有一个是米色，还是带一点灰色的，那个也是漂亮啊，卡其色这样子，那个也很漂亮。可是这一个呢，就比较哇一点，很 event shop 一点，很妖艳。对，如果大家想要看我这个包包开箱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 ，OK。 今天就不要给你们看这样多啦。然后我脚上的这个很高的高跟鞋也是他们家的，这是他们经典的那个标志性。然后他们其实是很出名那一个鞋，就前面有闪钻的那个，好漂亮，也是方形的。对，也是我的 dreams heels， 有钱买一双给我穿了，我觉得很高。你要慢慢走。除了有黑色之外，它还有一双类似这个包包的颜色，这个竹竿红的颜色。既然这个包包都那么的出色，我就选黑色，不要抢了这个包包的风头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赶着去下一个 event 了，还没有吃东西，有点饿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去office，然后他们呢？因为今天我们要帮双亲祝生日，补回他的生日。他还不懂，他还问我这么这样突然吃饭呢？哎，他不知道啊。我没有问。是我想吃的。Hello， 我终于回到来office了，2个礼拜没有在 office， 哈哈，看看到底 office 变成啥样，人没有变，但是 office 有很多，好多人嘛的，Alan 哥，好久不见。 哎，刚才车不见了吗？啊，哎，随便啦。景轩跟 Sean， 你们好吗？一日不见。
两个礼拜不见。哎，一日不见怎么？事隔三秋啊。如隔三秋。哦，如隔三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 生日 Happy Belated Birthday。听说他的礼物，看一下在哪里。哇，很厉害耶！我跟你讲，我跟倩颖哦，以为我们是没有蜡，抽不到这个给你。哦，原来是拼在一起。原来是拼在一起。原来，原来。原来我们有蜡，我们以为自己没有蜡。不会吗？这个 chocolate 的手信是我买给 Alan 的，为什么会买这个 chocolate 给他呢？是因为这个 chocolate 我也喜欢吃，所以送给他的时候我可以顺便吃。来 Alan， 这个是送给你的巧克力，很好吃的。不客气，谢谢。然后这一个巴黎买的 cookie 是给 Jason 肥雷同雷的 OK 人的。Thank you。不客气。我偷偷买了，好凶的，看电话的。金萱、倩颖，这是给你们的手信，你们自己选一个。我两个都要。这个是谢谢你们一路以来那么的帮我赶 video 啊，赶时赶命啊，赶 real 这样，小小意思吧啦，快来选啊，因为有两个不同的颜色。One, two, three. 哦，是环保袋一枚。蓝色跟白色，谢谢放电话的，没，真的吗？我本来好像买黄色给你们的，就觉得黄色，然后快打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Colin 就讲买黑白啦，安全点。谢谢 Colin， 不是 fashion 的最高端吗？我们是 basic， 你们自己选，我两个都 OK， 我两个也是 OK， 真的吗？谢谢，不客气。哎呀，一个意思罢了。我还以为是巧克力，那拿出来都是这个。我像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以为是法国，不是，我以为你拿买巧克力回来给我们。他说那个水，然后我出来的时候看到我这个。这个是我最后一天的时候赶着去买的，我自己都没有买到给自己什么东西，真的。我在帮人家买袋包。好啦，我们学学用啦。不给你带，背看背看背看。这个嘞是放电话的。这是要绑着你。对对对，如果太长，你们就可以在旁边这样好了。记得你这个白色哦，穿 jeans 裤的时候记得不要用哦。刚才我们有研究了，它除了可以放电话嘞，它还有那个对呀，有隔间可以给你放卡。哎，这个就可以当一个小钱包。哦，这样出门带喽，带卡这样子出就可以了。不客气啦。我们可以交换用啊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不想要来买一样颜色嘛，说买黑白你们可以用，其实也不是黑啦，就是深蓝色 navy blue 来的。OK 啊，这个 OK 吗？也容易打一，这个也容易。感恩的心，不客气，希望你们开心，开心。Everything is his. Everything is unbelievable. 你看他的包包几多粒？真的。这个是你的，这个你的。喂，抓住了，这个这个你的这个。这是我的包包，这个呢是那个蜡笔小新来的，来帮我。帮我拍哇！这个你的哇，蜡笔小新啊，我很喜欢蜡笔小新。那这个你的乌尼，虽然我喜欢吃乌尼，我比较 prefer 真的没有关系，谢谢你。现在我要来 unboxing， 这个是蜡笔小新零食上面的恐龙，对不对？ OK， 来，我现在要开扭蛋。Alan 那时候嘞就有 video call 我讲说，你要不要蜡笔小新？我扭给你，我要，应该是一 set 的啦。哇，这个是蜡笔小新的楼斗啊，它一 set 如果拼起来，它是蜡笔小新一家人在 camping， 呜呼，你 look 给我全部都是一 set 的，是啊，全部一 set 的做，每一粒都不一样，真的没？你有 luck 吗？那是蜡笔小新。哎，我很认真在开我蜡笔小新，你们拿一堆不同的那个，喵喵喵喵。这个是蜡笔小新的妹妹，小小葵。哎，啦！这是蜡笔小新的妈妈美牙，还有蜡笔小新的狗狗小白。哇，我迫不及待要拼了！来，倩颖给你东西做，帮我拼。因为我很忙啊，很多东西要开啊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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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哟，我是那个人。我拿回去，我妈妈会不会骂我 ？OK， 这个哩哩啦啦我们就不管它啦，最重要是拼起来再拍给大家看。OK， 请大抖，你大抖。哪一个？
OK， 他们在忙着重组我的蜡笔小新啦。我现在拍别的东西给你们看，你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马桶的模具，它真的是可以放水冲走洗衣的。洗衣在哪里？洗衣在下面。Alan 做的对，他饿了的洗衣他包起来。我爱水我。哎呦哎呦哎呦，睇到冇好似被洗咁死啦！哇，这个相机很好啊，睇到冇一下就 focus 咗，被洗都喺度。OK， 如果有一天你大便了，你要冲水就按这里。喂，这个洗冲不走啊，然后你拿厕所下去。 No No， 他没有下去，因为他水不够满。我们可以循环那个水用。哦、oh, OK， 没洗衣不见了。流去哪里？流去这边下面的。如果你们喜欢那种 start 车的声音，然后但是你没有驾照没有关系，这个可以帮到你。感觉这是一辆老爷车。这个声音有点压力。那么接下来这个东西呢，它是一个 cassette， 然后呢它是可以真的放 cassette 录音的，放了之后盖起来，红色这个是录音，这个是播，我们 testing 一下。 Hello， 这里有个美好的一天啊，美好。 Hello， 这里有个美好的一天啊，美好。你看几清楚，你的 app 都录到了。谢谢大家！哇，我的蜡笔小新 family is here。OK， 美耶美耶 ，baby 坐不稳 ，baby 坐紧就给灯，去给门灯。哇，这个很像我平时会做的那个动作，但是没有他偷懒这样大。谢谢你，感恩的心，不客气。没介绍，香菜配芝麻酱，我这个酱沾鞋底都好吃，就是鞋底。鞋底 ，I mean 就是说什么东西没有味道沾它都可以好吃的意思，不是真的叫你沾鞋。嗯，如果你们想知道我怎样调，下面有点热。留言我，下面留言我，留言给你一个 ingredient 收一块。最尴尬的是我。各位早晨啊 ，It's a new brand day 啊，我们又来 a brand new day。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, Thursday, Friday, Saturday, Sunday. 今天要拍什么呢？今天要拍 Swarovski 的 Choker， 很漂亮啊，有一点点很像那个。我要代替月亮来惩罚你。哦，很漂亮。然后还有戒指，还有耳环。这个耳环哦，它是 clip 上去的，所以如果你没有耳洞来讲，你又想要戴耳环，你可以买这个。Let's go， 开工。这是它的外面，很多人也是有在这边拍照的。它外面空间不是很大，可是很多人就拍照，可能在里面喝茶，因为外面很有点热。我们现在已经回到 office 了，看到我样子很烦吗？对，我真的很烦。烦这要扮什么角色？那个 Halloween 呢？ Halloween， Halloween， Halloween 呢？就是。我的，做啥？对， Halloween party 呢，就是 around the corner 哈。我们呢就在想着要扮什么，然后我那个头是我开的啦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跟你们说这个 Halloween party 哦，不可以随随便便扮的，我们只能扮动漫的人物，所以我就信心满满哦，我就在淘宝看到，这个衣服好像不错，过我就给他们看了之后哦，他们说 ，Hello， 这个不是动漫，这个是一个 game 里面的 character 不是动漫来的没？他们全部是角色。所以呢，我卑鄙，当然我给大家看。你自己逼你自己。
我要给大家看，本来我要扮什么？那我给你们看啊，本来我要扮的角色是这个。你看那个陈奕迅哦，不是有唱那个什么歌啊？那个《孤勇者》啊，《孤勇者》《孤勇者》本来是要扮这个的。那你知道他们说不是，所以呢，我就被逼要再想过一个角色。然后他们大家呢，都通通差不多已经想到七七八八了，我到现在没想到。然后倩影会扮什么呢？他会扮哆啦 A 梦。你帮我选的，不是我自己选的哦。阿Sean跟景轩会扮什么呢？皮卡丘。哎，你们是扮吗？不要跟你讲，你不。不要跟我讲，可是哦，扮了那个 character 之后，当天我们就要进入那个角色，我们要尊重那个角色，不能为了扮而扮， OK？ OK， 知道吗？大家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要认认真真的。很认真要做模特。嗯，好好好，就看你表演啦、啊。当天是有表演哦，你最好是好好表演。还有他们已经开始 decorate 到时候的场景，是吗？是吧？这个不是 decoration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啊，有 photo booth 啊的 section 啊。哦、okay. ，对对对对，我们会给我们的嘉宾来个 photo booth 的。Jason 呢，他会负责 decorate Halloween， Hello Hello， OK。Alan 呢，你会扮吗？还不懂。他会扮那个柯南。噔噔噔。真相只有一个，就是，没事。好了，那么就期待我们下一个影片，到底会有谁呢？到时候你们就知道。拜拜，这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下一集再见。